花角落在你家，单凭课解说篇 Lesson 24 Christmas Tree。Christmas Gifts 圣诞花里第二弹，一起来宅你家打造不雕圣诞树。这组材料套装附上 Oasis 圆锥形干海绵。底部树干的部分选用 Earth Matters 大地能源的白桦木，树干与海绵之间再加一段大约10公分的树枝支架，强化整体架构。首先用尖刺的那一端以旋转的方式穿进海绵中央，试摆一下中心支架的高度，如果树干与海绵之间还有空隙，就再穿深一些，调整到刚好贴合的状态就可以上胶了。拔出支架并灌入热熔胶，固定好支架与海绵之后，再来固定支架与树干。完成树干架构之后，准备整理叶材。除了不雕的雪松，今年大家也可以试试看不雕的冷杉。日语 Momi， 左边是外形跟诺贝松非常类似的冷杉，右边是唐山冷杉。今天花老师来示范唐山冷杉。首先挑一段比较漂亮的枝条，花老师选定这一支三叉形的枝条来作为树顶，剪取大约5或6公分。基部上胶之后，再插到圆锥形海绵的尖端。定好最高点之后，接着从圆锥形底部开始往上长叶子，剪取每段大约9公分的枝条。三叉形、Y 字形与一字形都可以。偶尔适度修掉枝条末端，可以让每段枝条看起来更自然。去除基部大约 1.5 公分的叶子，再上胶固定。最底部的叶子要叶面朝上，与树顶那一段枝条成90度。再来上对角线那一支，
底部树枝呈水平分布。完成底部第一层枝条，也就定好整棵树的最宽度。接着以相同方式再往上长出两层。完成底部三层每段九公分长的枝条了，接着继续往上再长三层每段大约七公分的枝条，翻到背面来更容易看清楚下刀剪取的位置。因为已经做好最底部三层枝条最长的部分，剩下来的叶材可以全部一次处理。中段三层需要七公分枝条，靠近树顶的三层需要五公分的枝条，别忘了再留一些九公分的枝条来补剩下的空隙。由于越靠近树顶的插花面积越少，接下来需要的七公分枝条要比五公分的多。如果初学还没把握如何拿捏修剪的量，建议就边观察边修剪，慢慢完成。准备来上中段的三层咯，这个时候要注意枝条渐渐呈接近45度角斜插。
完成中段三层之后，准备再往树顶继续插上5公分的枝条。越靠近树顶的枝条，角度越接近60度。最靠近树顶的枝条呈接近90度的角度，而且叶面尽量与树顶的叶面垂直，让树顶看起来更立体。最后来填补底部空隙以及侧面看起来比较塌的地方。完成不雕冷杉咯。建议这时候先绕上灯线，转开电池，拿掉塑胶垫片，试一下电源。接下来就是帮小配件们架上铁丝，一根22号棕色铁丝可剪成3段使用。利用尖嘴钳将铁丝其中一端卷成瓜牛漩涡。90度扭转朝上。就可以在任何配件底部上胶固定瓜牛铁丝。一开始建议先插上体积较大的配件，例如棉花，可以插在看起来稍微比较凹陷的地方。转到另一面，再插上另一朵。松果一样适合拿来填补稍微凹陷的部位。
转到背面补上另一颗。红色小松果，一样转到另一面去补另一颗。再来是金色木片玫瑰，背面也来一朵。选定一面作为主视角之后，就可以挂上木片吊饰，可依据位置决定是否改短吊绳。再来是开口笑，另一面也补上一颗。我们用金色山玫瑰作为树顶心，一样要架瓜牛铁丝，不过不需要将瓜牛漩涡扭转朝上，适度修剪原生木质筋，插上树顶。再来是独角马小铁剑，先做出 U 型铁丝，勾住小铁剑上方的小圈圈，扭转铁丝两端，再上热熔胶固定铁丝。插在稍微比树顶心低一点的位置。正面插上一朵山玫瑰。背面也补一朵，肉桂棒可以先上点胶，之后再把三支捆在一起。建议用24号棕色铁丝，扭转铁丝之后，直接插上正面。背面也补上一捆，喷金的枣仁，红色橡果子，木片雪花。
正面视角当然一定要 Christmas。 金色尤加利果实，应景的蝴蝶结装饰，用缎带剪剪一段大约10公分长的缎带，两端重叠处大约1公分，捏紧中央重叠处再对折。这是蝴蝶结的两个耳朵，拿起另一段缎带，捏住中心点位置，和蝴蝶结耳朵接在一起，用一段24号铁丝捆绑中心点，绕两圈之后扭转固定。修剪尾巴就完成咯。最后是红色牡丹果，完成圣诞树咯。特写竞拍一下树顶星与独角马，关掉室内灯光，再点亮圣诞树，这画面就像萤火虫发光一样。不论送礼或自用，都建议收藏在透明礼盒中，多一层保护。喜欢 Christmas tree 吗？欢迎私讯订购材料套装。别忘了继续关注花角落粉专，也一定要订阅频道哦。